总是骄傲着，虽然勇气却有你的，世界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一起工作这100多天是值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曾经参加过带着爸爸去留学。把我们的带着爸爸去留学这部戏做成明年的最受瞩目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也预祝我们这部戏能够收视长虹。谢谢。习惯在黑白世界把爱隐藏，可是没有你灰色的时光，亲爱的，现在的我已经有了新的称呼，因为你奇迹般降临。新年快乐！